到站是安华桥南。安华桥南。你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装的可像着呢。刚才公交车上那么多人，他把我裙子都撩这么高，我男朋友过去还没碰着他，夸噔都倒地上了，他还想讹我们。他这么大岁数，他个臭流氓，臭不要脸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会儿他还口吐白沫，他。行，别这装了，成不成啊？装什么呀装？哇！小长，队长，指导员，咱们这个会议先开到这儿。我还有重要任务，同志们，辛苦了。
着人们的一一深情。出来一点，哎呦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哎，我们家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，你接受吗？叔叔，我是来复印课的，叔叔。哼，哎，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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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左，右，左，左，右，别松手。左右，快点，快点滑啊！来，左左右左，好嘞，左右左，好嘞，左右左。说我这是画的，给我下去！快点！妈妈，我爸对我不好。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爸爸不怪你了，快快快出来吃饭吧。哎呀，妈妈，听见没有啊？哼，还有理了你？整天跟坏孩子在一块儿。
就你干嘛不去啊？所有人都去，干嘛就你不去啊？怎么就你特殊呢？怎么叫你体个检就跟害你似的呢？没事，体什么检？瞎耽误功夫。什么叫瞎耽误功夫啊？楼上那老张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没咔吧一下就没了。老张那个铁哥能跟我比吗？他什么底子？我什么底子？你什么底子？我们家基因好，你看你爷爷你奶奶都活大多大岁数啊？好什么好啊？你好哪儿了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老张从小就是跟个林黛玉似的，这年纪磕不出来，这个咽不下去的，你撒泡尿就这一尿尿一天，哎呀，我没问题，我这大便通畅，你看满面红光的，我没事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有事就晚了，哎，你能听我说话吗？啊？干嘛去？全公交车的人都不管，怎么就你一个人管呀？你还以为你年轻小伙子呀？你还以为你警察呀？怂了吧？你弄得过人家吗？啊？都老成这样了，你这是老糊涂了你！你跟谁说话呢？跟谁说话呢？你给我说一遍！你就作吧，作吧，作死吧！一到头你我都不管你，我死了也不用你管，还体检？哎，这个体检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你别回家了啊！你再回家，你回家我门也不给你开。你不滚是吧？你不滚是吧？好，你不滚我滚啊！我滚。
零三号特务王已经完蛋了，交出幺幺零机密。爸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文叔。这是我老同学肖丽。哎，你姓什么？小肖。啊，小肖怎么样？干什么大生意呢？我这不是弄个车跑一跑吗？平常经常拉一拉外宾。啊，那收入挺好的吧？二三四五六六七八千，浮动上下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一加班他就来接我，还带我去吃驴火，就是驴肉火烧。哎，胡叔，我敬您一杯啊！我祝您永远年轻，祝您高堂明镜不背白发。来，胡叔。哎，胡叔，我干了，您随意啊！来，胡叔，来，胡叔，我走着喝一个，来，走，嘿，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嚷嚷什么？人家好不容易来看你，甩什么脸子呀？懂不懂礼貌？干嘛呢？燕燕，你跟你爸什么态度？这是啊？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什么情况？你这是，夫人，你别搭理他啊！我陪您喝酒啊！你谁啊？你跑到我们家里嚷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我不认识你，你从小就不学好，你长大了你会这个熊样，跑出租的，你穿的跟变魔术似的，你看，这就戴了蛤蟆镜，你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骗我女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骗我女儿。说话也说不明白，说话说不明白，根本就啊，这你脑子跟个让驴踢了似的，奉承人也不会奉承，说的让人恶心，让别人感觉到非常肉麻，你知道吗？真肉麻。说什么你？好了，你走，我们家不欢迎你啊！你别吃了，来，先把东西拿走。小丽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就愿意让他骗你，管着吗？
由于记忆中枢受到严重创伤，所引发的失忆症。您找哪位？并伴有严重的狂躁和精神紊乱。侯若，还有啊，完了呢，像你父亲这种兄弟，带有暴力倾向的这种啊，是我所见过病例中最严重的。那有恢复的可能吗？希望非常渺茫，除非有奇迹发生吧。我和肖丽准备要结婚了。
霍建国？哎，霍建国呢？霍建国！老弟，爷爷，上车。爸，我和肖丽准备要结婚了。我来晚了，这是新娘的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出场，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，就是让新娘的父亲挽着保卫女儿的双手，把她交给我们帅气的新娘。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等你放学，我再来接你。
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。